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تق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يصلح لكم أعمالكم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أما بعد فإن أصدق الحديث كتاب اللهوخير الهدي هدي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شر الأمور محدثاتها وكل محدثة بدعة وكل بدعة ضلالة وكل ضلالة في النار قوان جنلا ديو وسود رمن تمن يهوش مسلم يهوش في مسلم亦或是向往和热爱伊斯兰的人们，亦或是敌视仇恨伊斯兰的人们，他们都在重复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伊斯兰？那些向往和热爱伊斯兰的人们，他们也在询问：什么是伊斯兰？怎样去认识真正的、正确的伊斯兰？而那些敌视和仇视伊斯兰的人们，他们也同样在伺机寻找或者去探查什么才是伊斯兰，怎样才可以给予伊斯兰致命的打击。所以伊斯兰到底是什么，或者怎样才能了解到真正的伊斯兰，什么样的渠道才是可以让人们正确的了解真正的伊斯兰的渠道，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在重复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随着许多伊斯兰的敌人们通过媒体文字和各种各样的丑化歪曲了伊斯兰在人们心目中或者在世界上人们眼前的形态，而同时许多穆斯林由于他们对伊斯兰错误的理解或者片面的遵循或者极端的表现方式，也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了完美而优越的伊斯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在今天，明白什么是伊斯兰尤为重要，同时知道如何去了解正确的伊斯兰也同样必不可少。伊斯兰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创立的宗教，它所有的信仰体系和公修仪式、生活制度、社会规范等等，都不是出自任何一个凡人。穆斯林从他加入伊斯兰的那一天开始，他就相信伊斯兰是来自伟大阿拉苏巴哈努瓦塔拉完美的、神圣的、纯洁的天启的启示，所其中的一切不论巨细，都是阿拉苏巴哈努瓦塔拉启示给人类，使人类获得两世幸福的完美的法典。然而在今天，许多非穆斯林他们以研究、观察或者批判的心态来对待伊斯兰，在他们心目当中，伊斯兰与任何其他的宗教没有区别，或者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式上和一些教义上有不同之处，所以他们会以批判的或是审视的眼光来看待伊斯兰。
在他们看来，伊斯兰只是社会利，伊斯兰如其他宗教或者许多人所说那样，只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只是个人思想的结晶。但是作为穆斯林而言，他要明白，伊斯兰是伟大的安拉苏布哈诺塔拉对整个人类的启示，这一启示通过他的使者穆罕默德（算拉拉或者算拉姆）之口传达给了整个世界。今天的穆斯林们要明白这一点，而在明白这一点的同时，就要肯定伊斯兰不是世俗的宗教，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是个人思想的结晶，不是人们在痛苦时寻求安慰的避难所，它是神圣完美的贴起的宗教。伟大的安拉苏布哈诺塔拉将伊斯兰通过古兰经和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阿里和的圣人们的顺呢，借使者之口将完美的伊斯兰传达给了世人。在古兰经当中，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伊斯兰的介绍，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人们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伊斯兰信仰。在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的圣人们的圣训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什么是伊斯兰，如何去理解伊斯兰，如何去遵循伊斯兰。所以正是因为伊斯兰的贴启性，所以决定了认识伊斯兰必须走启示的道路。任何一个人若是脱离启示，而自己以个人的私欲，或是个人的学识，或是人生的阅历，或者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去理解伊斯兰，他必定歪曲伊斯兰，自己迷误，致人于迷误。所以在今天，不论是想要了解伊斯兰的非穆斯林们，或是已经身处于伊斯兰的穆斯林们，他们要认识一个正确的伊斯兰，必须走向启示的道路，必须回归到伟大的安拉苏布哈诺塔拉所启示的古兰经和顺乃当中去寻求正确的伊斯兰。然而在穆斯林的心目当中，甚至在非穆斯林，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世界的文化主流当中，古兰经都是神圣的，都能够得到世界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尊重和认可，因为它博大精深，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不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置身于古兰经，置身于古兰经信仰知识的海洋中，他都能感受到启示的神圣和伟大，都能意识到或者体会到自己知识的有限和渺小。所以在古兰经面前，或者对于古兰经，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发出由衷的敬佩和由衷的热爱。穆斯林们他们信仰古兰经，学习古兰经，遵循古兰经。许多非穆斯林他们虽然没有信仰古兰经，但他们也同样尊重古兰经，相信它是给人类带来文明带来光明的法典之一。那么除古兰经之外，认识伊斯兰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渠道，这一渠道就是通过安拉苏布哈诺塔的另外一种启示，先知算拉拉和阿里和三两们的顺呢，来了解伊斯兰。伊斯兰它是由古兰经和顺乃的方式来向人们阐述的，所以在了解伊斯兰的历程当中，不可顾此失彼，只拥有古兰经而抛弃了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三两们的教导的穆斯林，他的伊斯兰不是正确的，也不可能完美。同样，如果一个穆斯林只投身于先知算拉拉和三两们的顺乃哈迪斯的学习当中，而淡化忽视古兰经和对古兰经的信仰，那么他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有正确信仰的穆斯林。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古兰经不可或缺，对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三两们的地位的信仰以及他的顺乃的地位的相信也不可或缺。在了解伊斯兰时，我们走入古兰经会看到许多纲领，许多原则，然而具体的遵循和伊斯兰的具体的作为在古兰经中很难找到。只有当我们回到先知算拉拉和阿里和三两们的顺乃中，我们才会看到一个鲜活的完美的巨细都展露无遗的伊斯兰。这一个伊斯兰它不再遥远，它也不再困难，
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他，轻而易举地遵循他。所以在圣典当中，伊斯兰不是神话，不是传说，不是遥不可及，它是实实在在的言行举止，实实在在的人们的生活规范，它是现实的，也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在穆斯林的生活当中，或者他的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教导和对他的影响不亚于古兰经。穆斯林的信仰、公修、生活，或者整个伊斯兰，不能没有古兰经。任何人若是他遵从了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顺来的教导，就等同于遵循了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的古兰经。而假如一个人弃顺来与不顾，遵循古兰经，他不能得到完美的伊斯兰。我们并非说顺呢或者圣训比古兰经更高贵和神圣，不，我们说古兰经是至高无上的，古兰经的神圣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当人们将伊斯兰落实于行动当中时，顺呢的地位更为重要。在行动当中，人们更多的需要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对古兰经的阐述，对古兰经的理解，因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所说的一切与古兰经一样，也是来自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的启示。正如安拉苏巴哈诺他的这样描述先知（算拉拉和塞勒姆）的教导说：“我们yantiqu anil hawa in huwa illa wahyun yuha。”他从不以私欲发言，凡他所说的都是所奉的启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所说的一切有关信仰、公修和生活的教导，都是来自安拉苏巴哈诺他的神圣的启示。正如伊玛目沙菲拉哈穆拉曾经说，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所做出的一切判决都是来自于他对古兰经的理解。所以我们穆斯林要明白，遵循先知算拉拉和塞勒姆的顺呢与古兰经并不矛盾，相反，一个人越是遵循顺呢，他越发能够证明他对古兰经信仰的完美和真诚。如果一个人抛弃了顺呢，而去遵学习思考遵循古兰经，那么这样的人他对古兰经的信仰必定是空洞的，他的遵循必定是虚无的，他无法将伊斯兰落实于他的生活当中。所以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呢在古兰经中告诉他们说，我却已将其教诲降示给你，以便你为世人阐明降示给他们的启示，以便他们思考。安拉苏巴哈诺他呢将教诲降示给先知，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向世人阐明人们所得到的启示。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呢还在古兰经中说，我们阿特库姆拉苏鲁法胡鲁胡，我们呢哈库姆安胡凡特胡，凡使者教导你们的，你们就当接受；凡他禁止你们的，你们就当戒除。安拉苏巴哈诺他又说：“古林昆通图黑布纳拉，法特比欧尼约比布库姆拉胡亚格菲尔拉库姆多努巴库姆，瓦拉胡巴夫鲁拉黑姆。”你说，如果你们热爱安拉，你们就追随我，安拉苏巴哈诺他呢就会喜爱你们，并饶恕你们的罪过，安拉是至恕至慈的主。等等不胜枚举的古兰经都告诉人们，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以及他的顺呢在伊斯兰当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不容人们轻视。一个人真正的信仰伊斯兰，他必定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教导。任何人对先知的教导有抵抗或者心存疑惑，他都不配称之为穆斯林。在伊斯兰的历程当中，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自接受古兰经之日起，在他传播古兰经的同时，他就将古兰经的许多解释用语言和行为默认的方式告诉了他身边的人们。所以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一言一行都是对古兰经的解释。圣门弟子们看着古兰，经历了古兰经降世的历程，目睹了先知（算拉拉和塞勒姆）用他的一生去实践古兰经的过程，所以他们从古兰经、从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身上学到了什么是伊斯兰。他们被后人称作在大地上行走的古兰经，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对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追随和反效，实践了古兰经。
今天古兰经没有丝毫变更，但是人们对顺奶的态度、对顺奶的理解、对顺奶的重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与前人相提并论。所以古兰经仍然是古兰经，然而以古兰经或者将古兰经落实于行为当中、生活当中的人越来越少，并非人们不可能再得到正确的信仰，而是人们找不到用哪种方式、哪个渠道去落实这部神圣的古兰经。伊斯兰前辈们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们去世之后，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以至历代的学者们，他们由于对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们的圣训的重视，所以他们理解了真正的伊斯兰。伊斯兰在他们的身上也变得简而易行、清晰可见，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个人的辉煌，振兴了民族，获得了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的喜悦，让后人敬仰他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穆斯林在任何时代，若是他想要蒙得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的喜悦，他想要得到个人的成功，他想使他的民族重新振兴，他必定要像前人那样去重视先知算拉拉赫斯拉们的教导，去认真的理解他，去遵循他。什么时候他们回归到这一立场，他们就将重新获得前人们获得的荣耀；什么时候他们另辟蹊径，他们必定自取迷误。然而在今天，随着历时代的流逝，社会在不断的发展，人们接受了许许多多前人们没有接信的、接受过的、没有经历过的稀奇古怪的文化、舆论和学说，让人们无所适从。所以许多人认为圣训它是出自穆罕默德一个凡人之口，他已经经历了1400年的历史。穆罕默德算拉拉赫斯兰他再如何英明卓越，他也无法预料1400年之后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他肯定无法想象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他无法得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切。我们如何能用他古老的教导来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呢？所以许多人认为圣训它是过去式，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人，当你把圣训认为是过去式时，你莫非不相信安拉的使者的圣训是来自安拉苏巴哈诺的启示之一？若是你相信他是安拉的启示，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的知道人类将走到如何的境地，人类不论怎样发展都超越不了安拉苏巴哈诺他的所注定的常道。然而若是你认为圣训是过去式的，那么你是否否认了圣训的启示性呢？假如你是这样的人，你不配称之为穆斯林。假如你是这样理解的一个非穆斯林，你没有资格和权利对伊斯兰品头论足。所以圣训的影响、它对伊斯兰的作用、对穆斯林的教导不是过去式的，它是伊斯兰的过去，它也是伊斯兰的现实，它同样是伊斯兰的未来。有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们的教导，穆斯林就有历史，他们就能有现实，他们也能有未来。所以圣训的兴盛、顺乃的兴盛必定促成伊斯兰的兴盛，顺乃的兴盛必定促成伊斯兰的兴盛。伊斯兰的复兴与圣训的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们去世之后，随着他的去世、启示的终结，伊斯兰开始慢慢的出现了，慢慢的出现了滑坡。正如乌玛尔·拉德勒·瓦努夫所理解那样，当一件事物完美时，它必定开始缺陷，有缺陷。所以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去世之后，伊斯兰慢慢的开始出现了衰落，一直到了伊历100年初始，伊斯兰出现了自使者为圣开始从未有过的衰弱。而这时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他兑现了他的承诺，既由阿布胡雷拉拉德勒安努胡传述，由阿布达乌的收录的圣训，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姆说 إن الله يبعث لأمتي على كل رأس مئة سنة من يجدد لها دينها。 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赫斯拉姆说，安拉苏巴哈诺他将会为我的民族在每一个世纪之初派遣一位复兴教门的人。
就在这第一百年初的时候，安拉苏巴哈努他兑现了他的承诺，选拔了第一位伊斯兰的复兴家乌马尔布努阿德拉阿兹拉兹亚拉夫安努胡，被称为最第五位正统的哈利法。他于伊历九十八年出任哈利法，伊历一百零一年去世。学者们所理解的每一个世纪之初必将出现的穆加迪德，指的是在每一个世纪之初，他的宣教将会被人们认可，他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他的宣传将给伊斯兰带来新的力量。啊，乌马尔伊布努阿德拉阿兹，他在伊历一百零一百年初时，他为伊斯兰做了什么呢？他最大的贡献被后人所敬仰和公认的，即他在为哈利法之后，开始以国家的公文向各地的穆斯林学者、民间和官方的学者下令，他们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圣训。他说，我担心随着学者们的逝去，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圣训会被人们遗忘或遗失，所以你们当关注那些人们流传着的圣训，并将它加以收集整理。从此收集圣训的热潮才拉开了序幕，第一次收集圣训才开始形成。乌马尔布努阿兹兹他的这一命令也给伊斯兰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长久的影响，他被后世公认为第一位正统的第一位安拉苏巴哈努特拉在每一世纪之初为伊斯兰民族所特选的穆扎迪的复兴家。而他的最大的成就就是由他下令推动了顺乃的复兴，推动了对顺乃的学习，所以正是在他的时代，顺乃的兴盛也带动了伊斯兰的复兴。然后到了伊历两百年，后代的许多学者们也承认，这一世纪的伊斯兰的革新家首推伊玛目沙菲拉哈姆拉，他归真于两百零四年，就在他晚年时，他创立了许许多多的伊斯兰的学科，教人们如何去理解伊斯兰，规范了对古兰经和顺乃的理解，创立了沙菲亚学派，作为后人们的学习和了解伊斯兰的典范。伊玛目沙菲拉哈姆拉在晚年时被人称为纳斯鲁顺乃，顺乃的原著者或者复兴者。由此可见，伊玛目沙菲拉哈姆拉他被称之为第二代穆扎迪的复兴家，其原因主要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经他的努力，顺乃得以复兴。所以很多学者们这样理解，作为的拉拉斯巴哈诺特呢，将会在每一百年之初为伊斯兰民族选派一位穆扎迪的。那么第一，人们理解或者选派跟复兴教门的人，这里圣训中说曼有扎迪都拉哈蒂呢哈，为伊斯兰民族选派复兴教门的人，这里复兴教门的人指的并不是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会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够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的思想信仰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学者们说，这些贾玛，这些贾玛就叫贾玛阿图阿夫汗拉贾玛阿图阿布丹，他们是精神的团体而不是身体肉体的团体。他们真正的形成一个贾玛，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信仰对伊斯兰的理解和目标是统一的，而不是他们站在统一的阵地上。他们会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是他们的目标、思想和原则纲领都是一致的。所以伊斯兰的复兴与顺乃的复兴密不可分。在任何一个时代，当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塞勒姆）的顺乃开始复兴时，人们就可以期待或者等待着看到伊斯兰的复兴的到来。任何时候，当伊斯兰或者当安拉的使者的顺乃被人们遗忘，变得陌生不为人知时，伊斯兰的孤独的时代也将到来。所以学者们理解，这里说复兴伊斯兰的教门并非是创新，伊斯兰的复兴并非是创新，而是将曾经的伊斯兰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用人们所能理解的方式，用结合人们现实的方式，把正确的伊斯兰、正确的顺乃重新交给人们，让人们可以理解和遵循它。所以复兴伊斯兰其实就是恢复先知时代和圣门弟子时代的伊斯兰，而并非去创新一个适合这个时代或者具备这个时代特色的伊斯兰。
然而在当代，复兴先知算拉拉和斯拉姆的顺呢，其实就意味着对伊斯兰的复兴，而复兴顺呢，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肆意妄为。你有良好的举意，并不代表你有能力、有资格去复兴先知算拉拉和斯拉姆的顺呢，它需要有规范，否则，正如谢赫伊布努塞米拉拉哈蒙拉所说，它带来的破坏远远大过于它产生的建设。如果不是称职的人去率领人们复兴顺呢，它产生的破坏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利益。那么，所以伊斯兰必须复兴顺呢，必须要有规范。正如先知说：“拉拉和塞勒姆说，你困里谁因是啊？”安拉的使者说：“拉拉和塞勒姆曾经说，每一件事物都有它的热情期，每一件事情。”都有热情激昂的时候，每一件事物都有热情期，谁在热情的时候能够遵循顺呢，在热情消退的时候也能接受顺呢，他就得到正道。那么这要告诉人们，顺呢的复兴从开始过程到结束都应有它的规范。那么在今天，复兴顺呢，它意味着什么呢？在今天这一时代，穆斯林们要以复兴伊斯兰为目标，以复兴顺呢作为手段或者过程，那么他必定要注意或者要谨守以下的一点原则。第一，在复兴顺呢当中严格的甄别圣训的真伪。今天的教门面对着两大灾难，第一，伪圣训被肆意的传播，被人们接受；第二，真圣训被人们歪曲和误解。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这样的灾难比比皆是。伪圣训被人们肆意传播，大肆的推崇和遵循，正确的圣训却被人们歪曲和误解，甚至抛弃。在伊斯兰当中，历代的人们或者历代的敌人，当他们看到伊斯兰兴盛时，当他们看到穆斯林整体能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时，他们都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想要来破坏伊斯兰、破坏穆斯林的团结，以达到他们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其中最危害或者对伊斯兰危害最大、影响最恶劣的，莫过于他们在伊斯兰当中捏造伪圣训。伪圣训一旦进入穆斯林的生活当中，他的信仰由伪圣训构建，他的公修由伪圣训来指导，他的生活处处是伪圣训。那么伪圣训当中或许会将伊斯兰描述的无限美好，或许在伪圣训当中你会看到伊斯兰是一个符合今天社会的宗教，在伪圣训当中你会看到伊斯兰与你所想的完全一致，所以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去接受它。但是伊斯兰，你接受它不可依靠自己的感情，不可觉得依靠现实的作用，觉得这个伊斯兰跟我们的环境很适合，这个伊斯兰跟我的爱好很吻合，我就接受它。所以一旦人们接受伪圣训，他的工作将徒劳，他的一切努力将得不到他在伪圣训当中看到的和所希望的报酬。那么伪圣训的出现并不是今天的新生事物，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斯拉姆去世之后，圣门弟子们也守先知算拉拉和斯拉姆的教导，无人敢超越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斯拉姆划定的界限。不论是在理解和遵循当中，他们都为后人做出了最卓越的榜样。但是随着圣门弟子慢慢的逝去，到了再传弟子初期，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局面。这些局面的出现导致人们开始用伪圣训、伪造圣训的方式来巩固他们，或者来传播他们所理解的伊斯兰，来支持他们个人的观点，或是来破坏伊斯兰。所以许许多多的伪圣训就在这个时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也时时被人们传颂。如人们说，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斯拉姆说，Ikhtilafu ummati rahma，我的民族的分歧就是一种仁慈，安拉的慈悯。许多学者就说，这段圣训不是可靠的，是完全的伪造圣训，从传述列到它的内容都是伪造的。因为假如
分歧是真主的慈悯，那么团结难道是真主的惩罚吗？如果分歧代表的是安拉苏巴哈的慈悯，那么在闹分裂的这些穆斯林们，在相互迫害的这些穆斯林们永远不知道止步，因为他们认为分歧越激烈，安拉的苏巴哈的慈悯就越发丰富，越发宽广。所以这样的圣训给人们的信仰和穆斯林的集体所带来的危害和破坏是致命的。在人们的细节供求当中，许许多多的伪造圣训被人们传送，说安拉的使者桑拉拉和桑拉们说，带着长头你的一方半超过不带长头的一千方，天使安拉赞扬天使祝福那些带着长头礼拜的人们。谢哈尔巴尼以及许多的学者们都说，这样的圣训是无据可考的，完全是虚假的圣训。区区一个长头难道就能得到参加哲马特拜都得不到的回赐吗？安拉的使者桑拉拉说，说集体礼拜优越过个人礼拜27个级别，而带一个长头竟然能够优越过别人的一千防败，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任何一种复工都无法达到的级别。然而这样的圣训被人们传送，被人们来推崇，被人们用来攻击那些不遵循的人们。所以说伪圣训自他出现之时，他就直接的破坏了穆斯林的信仰，从内部瓦解了伊斯兰的精神力量。而伪圣训他为何出现呢？第一，伪圣训初期的原因我们不能将它完全归咎于伊斯兰的敌人，许多的灾难是我们自己亲手造成的，许多的灾难是穆斯林自己亲手造成的。伪圣训出现的第一个原因在历史上就是无知者的善意，当他们看到许多穆斯林开始淡化伊斯兰，疏远伊斯兰，开始抛弃古兰经时，他们针对这一点捏造出许许多多的伪圣训，企图通过伪圣训来将人们重新号召回伊斯兰。那么这样的人如蜡烛，他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不，凡是由伪圣训所建立起来的信仰和目标也同样是虚假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没有照亮别人，他也没有光明自己，所有因之而产生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所以伪圣训或者伪造圣训它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安拉的使者桑达拉和斯姆说，孟卡迪巴的耶姆坦米丹弗列特布瓦麦嘎德胡米纳纳，谁故意借我的名义造谣，就让他准备好火狱中的归宿。这是第一个伪圣训出现的原因，善无知者的善意。第二个原因，敌意的诋毁。伊斯兰的敌人们当他们看到伊斯兰的强盛，当他们看到穆斯林的团结，他们无法公开的或者用武力的方式来破坏伊斯兰，于是他们开始捏造圣训，从内部来瓦解伊斯兰，给伊斯兰制造分歧，那么许多的圣训由此而产生。第三个原因，政治之争。在伊斯兰当中曾经有过不同王朝的交替，每一个王朝交替时都会有许多伪造的事情出现，红推崇一方贬低一方，这是伊斯兰的灾难，这样的人他们自负其责。第四个原因，学派之争。伊斯兰的前辈们不论是伊玛目阿布哈尼法拉哈姆拉、伊玛目沙菲亚、伊玛目马利克、伊玛目阿哈麦德等等拉哈姆哈姆拉，每一位学者我们都相信他们是真诚信仰安拉、敬畏安拉的，他们对伊斯兰是忠贞的，他们对穆斯林也是真诚的，他们尽他们所能的学习知识并将它传播给后人。然而他们的追随者由于过分的推崇他们，或是不认真的学习他们遗留下的知识，妄自推测、妄自诽谤、妄加批评，到最后也变成为捏造伪圣训、侮辱和攻击这些著名的伊玛目们。如曾经有学派的人们为了攻击伊玛目沙菲亚，曾捏造出这样的圣训，说在我之后将会出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德利斯，他比伊布利斯还要更坏。而伊玛目沙菲亚的名字正是伊德利斯。针对每一位伊玛目都有许多伪造的圣训来弘扬他们，甚至夸奖他们，使他们让他们超越得到不应该人不应该得到的地位，或者也有很多伪圣训贬低了他们，剥夺了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后人们的敬爱。
这都是穆斯林自作自受，许许多多这些圣训都是这些盲目的跟随者他们私自捏造出来的。这些伊玛们、伊玛姆们，拉哈蒙拉，与所有这些谣言和伪造的知识无关，他们都是蒙达拉斯马哈的慈悯和喜爱的人。所以通过种种的原因，伪圣训出现，其中不乏有争名夺利者。曾经有人为了自己弘扬、表明自己的学术，证明自己有过人的知识，不惜伪造圣训，以显示自己的过人之处等等。然而尽管如此，安拉斯巴哈诺德拉并没有放弃伊斯兰，并没有放弃穆斯林。伟大的安拉斯巴哈诺德拉在每一个时代都会选拔出许多伊斯兰的精英，一些英雄，他们为伊斯兰而奉献终身，他们研究圣训，奔走相告，将伪圣训彻底揭露出来。最早的是伊玛马里克拉哈姆拉，他著述了摩达圣训集，其目的之一就是规范人们对圣训的学习。紧接其后，伊玛姆布哈里、伊玛姆穆斯林以及许许多多的圣训学家，他们收录圣训都以正确圣训、可靠圣训为标准，即用行动来抵御伪圣训的传播，给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财富。一直到当代，许许多多的学者也同样如此。Sheikh Al-Albani Rahimahullah 他毕生投入于圣训的考证、分析和判断，为世人留下了巨大的学术财富。所以在今天，穆斯林在学习圣训时，第一应该明白的，或者应该重提醒自己的是，要严格的甄别圣训的真伪。许多学者、许多穆斯林的宣教者，他们认为安拉的使者说或者先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托词。任何一番话假若无据可考，他没有办法确定真伪，或者他想让别人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接纳时，只要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安拉的使者说，这句话就会具备其他的任何语言都没有的神圣的力量。然而这样做的人，他为了获得短暂的热闹，为了获得暂时的成功，而置自己与他的宣教对象于火域不顾。那么这样的人，他是伊斯兰的骗子，是穆斯林大众中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宣教者，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作为。所以在今天，穆斯林们应该时刻警惕和明白，任何人当他告诉你一段圣训时，若是这段圣训涉及到信仰的根本，或是教法的合法与非法，你必定要去追究这段圣训出自何处，是否可靠正确，而不要一听到安拉的使者说、穆圣说，然后就以为所有的圣训都是一样的。不，许多人他们的不负责任导致许许多多的人随他们而迷误。在今天，复兴先知桑拉拉和圣人们顺来的第二个规范，那就是在复兴当中要正确的理解先知的顺难，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时隔1400多年之后，安拉的使者桑拉拉和圣人们的许多圣训，从文字背景到内容等等，都与今天的大相径庭。那么穆斯林要如何能正确的理解圣训，然后将圣训的精神和形式都正确的表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今天的生活当中，这一点才是最复兴顺来的核心。今天的人们，许多人学习圣训已经成为一种理论，因为他无法再理解它，更无法把它变为现实。所以许多人虽然他学习过许许多多的圣训，但是许多圣训只能成为理论，无法成为实际，这正是缺少正确的理解。所以在今天，凡学习先知桑拉拉和圣人们圣训的人，都要极力的正确的去理解它，而正确的理解圣训，正如正确的理解古兰经一样，应该有它的规范。今天的穆斯林们对待古兰经，阿尔哈姆杜林拉，许多人都知道古兰经不能妄加评断，不能靠私欲去理解，不能靠个人的见解去解释。但是对待顺乃时，人们认为顺乃无所谓，人们认为圣训可以随意的去理解，这样是非常的不敬，对安拉的使者算到那算他们的信仰没有达到真正的信仰，没有做到对使者算到那的真正的尊重。古兰经应该有规范，对他的理解不容人们轻易的歪曲，
而舜呢也同样应该有规范，也不容人们用私欲、理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去歪曲它、去玷污它。所以在今天正确的理解舜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所有的理解都必须符合伊斯兰的根本原则。任何人理解舜呢，假如超越了伊斯兰的根本原则，这样的理解一律无效。我们说圣训不可能与古兰经有矛盾，正确的圣训与正确的圣训之间不可能有无法调和的矛盾，是人把这种矛盾加到了圣训之上。而一旦的理解超越了伊斯兰的原则，或者违反了伊斯兰的原则，这就给圣训和古兰经、给圣训和圣训人为的制造出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让人们认为伊斯兰是自相矛盾的，让人们认为伊斯兰让人无法侍从，众说纷纭，不知道谁是谁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理解圣训时参看圣训的背景，必须了解圣训的背景是什么。那么这一点尤为重要。正确的理解舜呢，这是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赫斯勒所希望我们去做的。先知索拉拉赫斯勒在晚年时曾做过这样一个演讲，在正确的圣训当中收录说，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赫斯勒有一天为我们做了演讲，所有听闻的人双眼流泪，心灵颤抖。我们说，主的使者啊，这仿佛是离别者的也劝告了，你忠告我们吧。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赫斯勒说，我忠告你们要敬畏安拉，我忠告你们要服从领袖领导，即使是一个阿比西尼亚人领导你们也罢，你们当中谁长寿，他毕竟看到许多分歧。使者接着说，阿里库比孙那提我孙那提胡尔法尔拉什蒂尼尔马哈迪因瓦杜瓦利哈宾纳瓦之子。先知算了那后他们说，所以你们当谨守我的孙呢，你们当谨守我的正统哈利法们的孙呢，你们当用大牙咬住他，而没有说用大牙咬住他俩。你们当谨守我的顺呢，当谨守我的正统哈利法的顺呢，并用大牙咬住他。这里学者们理解正统哈利法的顺呢，即范姆霍尔法尔拉什顿的顺呢，比如索拉拉赫斯勒，即正统的哈利法们对先知索拉拉赫斯勒们的顺呢的理解。所以后面安拉的是说，我阿杜阿利哈宾纳瓦兹，并且用大牙咬住他，因为正统哈利法的顺呢与先知的顺呢同为一体。只是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理解，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他们之间没有区别。所以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赫斯勒曾经一再的告诫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顺呢，而在理解顺呢时要知道这段圣训它是在1400年前说出来的，它是否有什么特定的背景。如这样的圣训在阿布达乌德、特尔米德、纳萨伊等等的圣训当中都有这样一段圣训，说雷萨米纳比尔阿斯亚姆菲萨法尔，旅途当中封斋不算行善，旅途中封斋不算行善。若是人们不知道这段圣训的背景，而以这段圣训的字面去判断，那就认为旅途当中封斋非但不能行善，反而还是犯罪。但是这段圣训有它特殊的背景，它的背景是有一次安拉的使者算了与人们一起旅行，看到一个人被人们围在一起，人们撑开衣服为他遮阴。使者说道，这个人怎么了？人们回答说，主的使者啊，他封着斋呢。于是先知索拉拉赫斯勒说道，旅途当中封斋不是行善，即如果旅途当中封斋给人们带来的困难达到了无法承受时，这时的斋戒不为行善。而若是没有过度的困难，那么旅途当中封斋也同样是可加的，也同样是可行的。所以说这段圣训假如不参考它的背景，人们会武断旅途当中封斋一律为犯罪。在理解先知索拉拉赫斯勒的顺呢时，一定要注意圣训的背景，知道这段圣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赫斯勒说起来。所以今天许多盲目的穆斯林们，当他在某一天突发奇想打开他已经许多日或者许多年都未曾打开过的一部圣训集，看到一段或者半段圣训时，他以为他找到了伊斯兰的真谛，然后开始大肆的传播，开始肆意的批判他人。我们的阿訇怎么怎么讲，如何与这段圣训不一样，哪个阿訇理解的跟这段圣训不一样，这段圣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可是大家却是怎样做。就仿佛他看到了所有的圣训，就仿佛所有的圣训他都已经阅览了，而这一部圣训集或许他今年才第一次打开。我来亚都宾了，
他对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竟然信任到这样的程度，超过了对安拉苏巴哈诺的信任。他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定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一定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所以他急不可耐的要将他所看到的这一知半解的圣训传达给人们，甚至改变自己的作为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说他可怜又可怜，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还认为自己有知识，这样的人才深陷于灾难当中。那么所以圣训理解时必须要参考它的背景。同样在正确理解圣训当中，第三个要点要注意圣训之间的互补。正如古兰经会解释古兰经一样，圣训也会解释圣训。许多圣训你不可以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极端的去理解它，而是要综合的看待圣训，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学者与普通的无知者才能区分得开，否则的话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学者。学者的优越不在于他们创新的伊斯兰，而在于他们可以找到完整的伊斯兰。无知者并非是一无所知，而是以偏概全，以点带面，自以为是的理解伊斯兰，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所以在理解圣训时要注意圣训的互补。许多人看到一段圣训就以为世间只有这一个说法，正如安拉的使者算了纳斯拉们在圣训当中说，有这样一则圣训说，拉斯拉特巴达斯拉特拉斯瓦拉斯拉特巴达斯拉特拉斯，晨礼拜后和普礼拜后再无拜功。无数的人们将这样的圣训广为流传，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在这两方拜后礼拜都是禁止的，轻者是麦克鲁哈，重者是哈朗。那么人们一直这样相信他。那么在这里我们说这一方面的圣训并不是只有这一段，还有许多圣训都告诉人们类似的内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这样一段圣训，由艾布道的拉哈姆拉所传的圣训说，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姆三有一天带着人们礼了晨礼拜，然后先知看到一个人礼完主命拜后随即起身继续礼拜。使者说道，萨拉图苏巴哈尔卡坦，说某人啊，早拜只有两拜。这人说道，主的使者，我在我的晨礼前的两拜顺呢尚未礼，我现在再来礼他。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对此沉默，并没有指责他。然而今天的穆斯林们若是看到人们如此做，他们会认为对方无知，他们认为对方迷误，他们会认为对方陷于罪恶当中。为什么呢？他对圣训狭隘片面的理解导致的原因。同样阿苏罗后之后，普礼拜之后，安拉的使者算拉拉说阿苏罗后再无拜功，这是一段圣训。而另外一段圣训，安拉的使者算拉拉和斯拉姆说的是在艾布道的呢三亿收入的正确声音说，先知算拉拉曾禁止阿苏罗后礼拜，因来我圣苏穆特菲亚，除非太阳还炙热着，除非太阳还炙热着。也就是说若是太阳还丹顶炙热，那这种禁止就会减弱或者取消。另外的声音说，我来打入比斯拉提巴的斯拉提拉苏罗，你们不要专挑阿苏罗之后礼拜，不要专门挑阿苏罗之后礼拜。那就若是不专挑，阿伊莎的那话呢？曾经说，阿拉的使者说，那每一次阿苏罗之后进我的房间，都从来不会放弃礼两拜。每一次阿苏罗之后，阿拉的使者进我的房间都会礼两拜。当然，这两拜学者们有特殊的说法，说它有一定的原因。但是不管怎样说，对圣训的理解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许多学者们为了理解一段圣训或者理解一个问题，付出数年的努力或者毕生的努力，他们在临终时都只说这个问题或许是这样的，或许是那样的，瓦拉胡阿莱姆，真主知之。而今天的人们只需要花一分钟或者数分钟或者一次讨论，他就可以断定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的都是非法的。那么这样的论述，正是这样的误解和曲解、狭隘的理解、人为的制造障碍，给伊斯兰带来了灾难，给穆斯林带来了灾难。所以在理解圣训时要注意圣训间的互补，在互补时尤其要吸取历代的学者们的知识和思想的沉淀。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尤其是圣门弟子，阿拉就说：“阿里孔比孙的丢，孙的丢，发耶拉什利的巴马哈迪伊那名巴的，你们当谨守我的孙呢，和我之后的正统的哈利法们的孙呢，那就是要遵循他们对孙呢的理解，和历代学者们的理解。人们说学者也是人，凭什么要我们遵从他们？”安拉的时候说：“阿拉乌拉玛瓦拉塔图拉安比亚，学者他们是众先知的继承人，他们也是人，但是他们有你所没有的知识。”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的错误一定比你少。那么所以说我们并不神化学者，但是要尊重学者，尊重学者往往能得到正确的知识。教门在成为灾难，或者教门当中出现灾难，末日教门会被毁坏，末日之前教门会被毁坏，会被人们误解曲解破坏的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人们向那些Asaghir学习知识。什么叫 Asaghir 呢？那些年幼无知的人，那些无知者也可以充当人师，也可以成为导师，也可以领导一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教门的灾难就开始了。正如在布哈里圣训当中收录的正确圣训，安拉的使者（圣道圣道）说：“伊那拉哈拉亚克巴杜，艾尔曼因提扎安扬特杰尔胡米的艾巴的。”安拉斯帕诺特拉不会从普人身上夺去他们已有的知识，但是安拉会通过收取学者来收回知识，直到在大地上再不剩下一个学者，人们就会将无知者推选为首领。当他们被人询问时，他们就无知地做出解答，自取迷雾，也导人于迷雾。这就是学者的作用。那么所以说在伊斯兰当中，正确的理解先知算拉拉和萨拉门的圣训，他离不开圣门弟子、在传弟子和历代卓越的学者们的努力。我们站在学者的街上，沿着他们的道路去崇拜伟大的安拉苏巴哈努特拉，才能得到安拉苏巴哈努的慈悯。在今天的复兴顺乃当中，第三个不可或缺的规范，那就是要全面的遵循顺乃。全面的遵循顺乃包括遵循者个人和面对社会。遵循者个人在遵循时要全面的顾及顺呢和学习先知算拉拉的教导，不可顾此失彼，人为的局限了顺呢。许多人认为复兴顺呢、学习顺呢只在清真寺当中，只是在拜中当中抬多次手，高念阿弥，将手抱在胸前等等，除此之外其他的顺呢可有可无。但是我们说人为的局限顺呢，这是不对的。所有的顺呢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学习，都应该尽力的去遵循，在清真寺内、清真寺外，个人的、集体的，方方面面竭尽所能的去遵循它。对于集体而言，先知圣拉拉和圣拉们曾经被人多次问及：“哎呦了伊斯兰阿福达鲁，哎呦了阿麦里阿哈布伊拉拉，哪一种伊斯兰最高贵？什么样的工作安拉最喜欢？”每一次回答安拉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有时使者说按时礼拜，有时先知算拉说施上算的话，有时先知算拉说纪念安拉，有时使者说为主道奋斗。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在贫困时期施舍算的可是高贵的，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是优越的，对于一些懒散的人而言按时礼拜是卓越的，对于那些小气吝啬的人而言慷慨大方是最高贵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教导，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教导。不要认为得到了一种伊斯兰就得到了所有的伊斯兰。当你的身份改变，当你所处的环境改变，当你的境遇改变，你的对象改变时，伊斯兰也随之而变化。但是不管怎样变化，它还是伊斯兰。伊斯兰本来就是多样的、全面的，是你把它变成了单一的，变成了孤立的。所以说不同的伊斯兰都是安拉苏巴哈努他所喜欢的、所喜爱的。在今天复兴顺乃就意味着复兴伊斯兰，而复兴伊斯兰首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即如圣经当中所说，既要以海亚复兴，也要有特质地的，也要有创新。复兴先知算拉拉和算拉更新人们的理解，这样才能真正的复兴伊斯兰。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ولسائر المسلمين فاستغفروه إنه هو 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 البر الكر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أفضل الصلاة وتم التسليم على أفضل الأنبياء والمرسلين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 عباد الله صلوا وسل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حيث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إن الله وملائكته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وا تسليما و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صلى علي صلاة واحدة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بها عشرة 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صلي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بارك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كما باركت على إبراهيم وعلى آل إبراهيم إنك حميد مجيد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لهم أعز الإسلام والمسلمين ودمر أعداءك أعداء الدين اللهم انصر إخوان المسلمين في برما اللهم انصر إخوان المسلمين في برما اللهم انصر إخوان المسلمين في برما اللهم أرح إخوان المسلمين في برما من الظالمين بالظالمين اللهم ثبتهم على الإيمان اللهم انصرهم اللهم انصرهم اللهم دمر أعداءهم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أقيموا الصلاة